泰迪狗怕什么？泰迪狗怕什么？这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泰迪狗是一个特别奇葩的存在。它不怕打嗝，它惹是生非，它不怕苦闷，它会一直在运动，一直在奔跑，一直在嬉戏。它不怕吃的没有规律，因为你会发现你就算给它弄规律的，它吃饭也是特别没有规律，因为它实在太玩耍了，经常忘记吃饭。但其实它有怕的，怕什么？怕寂寞。泰迪狗是一个跟人相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，那么它对于人的一个依赖感也是非常非常强的。当你会发现你不去管它，你去忽略它，冷漠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心情会非常的糟，而这样糟糕的心情会使得它身体出现很多的变化，比如像疾病生病。所以如果你想把泰迪狗照顾好，除了上述讲的任何的那些硬件的条件以外，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和充足的时间能进行玩耍，因为这样才会让他的身心健康。小贴士：泰迪狗怕寂寞。泰迪狗是一个跟人相处非常好的一个品种，那么它对于人的一个依赖感也是非常强的。当你会发现你不去管它，你去忽略它，冷漠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心情会非常的糟，因为要跟他有很好的互动和花充足时间陪伴玩耍，这样才会让他身心健康。